关于移民出来的华人他们过得怎么样这样一个问题，也是因人而异，有的人活得好，有的人活得不好。那么这取决于什么？首先有没有钱，有钱的活得好，这很好理解，你可以在西温哥华温西买个大豪宅，然后过着你悄无声息的生活。其次，有专业技能，有本地认可的专业技能的人活得好，那么他所找到的工作，他能挣到的工资可能是那些最低工资的四倍左右，他能挣到12、13、14、15万。再次呢，就是如果你有学习的能力，愿意学习本地技能、本地专业，那么你马上也就会进入一个高薪的阶层，或者是挣的一个不错的生活。然后就是如果你的英语好，那么你也可以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白人企业里去挣不错的工资，即使你没有什么专业的文凭。在海外生活的华人，他们都生活得怎么样呢？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把它简单的归纳为四项。第一，当你从国内出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钱？这很好理解，你有钱，你在哪里都可以买个大豪宅，过上舒适的生活。第二，你有没有加拿大本地需要的技能？这也好理解，你有技能，有文凭，有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，甚至于你哪怕只有一个什么铲车的证书，你都能找一个不错的工作。第三，就是你有没有学习的意愿啊？你即使现在是个小白，但是你有学习的意愿，那么你也能够获得本地的证书、本地的文凭，你能够最后你是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工作的。第四，你的外语如何？你如果外语不好，你都不能够跟本地加拿大人交流，那么你找到好工作的机遇也很渺茫。那么就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既没有钱，普通人一枚，我又没有本地需要的技能，我除了体力一无所有。第三，我也没有任何学习的意愿，不想取得任何本地的证书。第四，我的英语又不好。那么这样一个人，那么他来到加拿大，他应该是属于触底反弹中的那个触底的状态，他能生活的怎么样？我们就以这样一个非常极限的假设来想象，这样的一个来到加拿大的华人，他的生活能怎么样呢？我们大概来看一看。那么大概率的情况下，他当然还必须要找到工作，为了生存。极大的可能性，他就要来到这个叫做大统华的这个 supermarket 这个超市，来找到一份工作，来谋求这种生存。这个大统华的超市，这个名字听着非常的令人震撼，巨大的统一的中华，可以这么理解吧。那么他能获得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当然时薪15加元，一小时能够挣到15加元，也就是加拿大的最低工作工资标准。那么他能够挣到多少钱就取决于他工作多少个时长。我既没钱，我还没有技能，我又没有意愿去学习新技能，而且呢我英语还不好。那么你来到加拿大，来到温哥华的第一站，当然你必须有意愿去找工作，因为你要生存。那么你有可能进入的就是这样的一家超市，叫做大统华，因为这里不需要英语，这里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华人，他们说的都是汉语，所以你不需要英语。这就是你的工作条件，在大统华当一个服务员。他既没有钱，没有带出来足够的钱，其次他又没有任何技能，第三他又没有任何学习的意愿，不想学习任何新的知识，第四他的英语又不好，那么他极大的概率就是要来到这个大统华来工作。我们来看看他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当一个营业员。这是本地的一个超市，叫做大统华，这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华人，这里主要的语言也是中文，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从大陆过来的新移民。这里的食品主要的是东亚食品，包括中国、越南、菲律宾、韩国、日本，所以
我们看到这些产品、这些食品都非常的熟悉，各种各样的米面。其实工作生活于这样的一种环境中，你完全没有必要有英语不好的困扰。这里到处都是中文。我们说到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的员工，他的收入一小时15加元，那么一天就是120加元。如果他每个月工作都是每周40个小时，工作160个小时，那么他就能够挣到2400加元。其实这和国内的一个超市是区别不大的，它的所有产品、所有商品上都印有中文，所以不会给你带来购物上的困扰，即使你不懂英语。但在这里工作的一个员工，他的收入大概是3万加元每年，这在加拿大算是比较低的收入了。而就我们这些有专业、有技能的，收入大概是他的2倍、3倍，甚至于4倍。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工作的员工，你就不必太具备那些刻苦奋斗、努力肯干、爱我中华、振兴中华那样的一种斗志和昂扬的那种气势。你只要想过平凡的生活，你只要想安安稳稳的度日，这就是你的环境。你像这种低收入的企业，他们的福利都会非常好，他们有年假，而且有是医疗保险，什么一人工作全家保险，它跟国内特斯拉的那种企业的那种模式是一样的，因为那是北美的最基本的标准。特斯拉好像在国内搞得好像有点高大上，对员工的福利呀、待遇呀，好像令人羡慕。其实那是在北美来说，那是一种很基本的标准，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你的工资的高低，福利都差不多都一样，包括什么医疗保险、什么牙医保险、一个人工作全家担寿保等等等等，都是一样的，跟特斯拉的标准是一样的。但是问题就是你的工资太低，一小时15块钱啊，对于某些一小时45、50、60、60的人员来说，确实是有点太低了。大概收入能够达到他们的3倍到4倍，年薪能够挣到12万、14万。而这些员工，这些在这里工作的员工，他们的工资基本上就是3万左右。这就是基本上一个移民，一个新移民，没有钱、没有技能、不愿意学习、英语又不好的一个新移民，他的移民来到这里的这么样一个起始点。然后就看个人的哲学、个人的意愿，他可以学习如果他愿意，他可以培养他的技能如果他愿意，他可以提高他自己，在工资上提高他自己，在技能上提高他自己如果他愿意。如果他不愿意，那么这就是他基本上终生需要待在的环境。而我的不少朋友当中，即使一开始来到加拿大的那些小白们，有的他们确实是愿意学习，能够学习，有意愿去学习，最后他们都够拿到了大概每年10多万的这样一个收入。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新移民，如果他确实没有从国内带来很多的资金，同时他又没有什么专业的技能，即使是铲车司机的这样的一个技能，而且他又没有任何学习的意愿，或者是因为年龄过大，或者是由于佛系躺平的这样一个哲学，再次他的英语又不行，那么他能够找到的一个职业的一个例子，那么就是来到这个大统华这样的一个超市当营业员。他的每小时的收入大概在15加元左右，那么如果他能够每周干满40个小时，每个月干满大概160个小时，他就能够挣到2400加元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是一个稍微有证书、有技能的人，大概能够挣到8万、10万到12万，而这些服务人员他们只能挣到大概3万。那么他们的居住条件呢？我们把镜头一转，这个地方就是新移民可以落脚的居住的条件，他们的住房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可以跨过街去看一看。
附近的这一片的这个区域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政府廉租房，或者是说是比较廉价的一些单元，就是我们的两室一厅、一室一厅。作为一个新移民，如果你确实不具备很多的资金，仅仅是普通人一个，那么这大概就是你在温哥华落脚的时候所要来的地方，住在这个地方，大概租金大概600-700加元。那么你工作的地方就是大统华，所以这是一个最具备普通色彩的一个华人的移民的一个起点，他的来到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环境，当然是可以有房有车。这样一个房子大概20-20万加元，取决于它的新旧程度。如果是廉租房，你租的是廉租房，那么您只要付出你资金的你所能够挣得的收入的1/4，就能住到政府的廉租房当中。也是有房有车，车可以是二手车，可以是稍微便宜的那种车。这个住房呢，当然就不可能是 house， 不可能是那种 townhouse， 它只能是一个 apartment， 大概就是国内概念上的两室一厅、一室一厅。这就是一个新移民的居住条件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当然它也是有地下车库，这些一应设备都是俱全的。我们来看看，这就是它的地下车库，至少一个车位。温哥华的那种政府提供的廉租房，它都是基本上靠市中心的位置，所以我们看看这种廉租房或者是这种低价格的这种住房的条件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类似于国内的一个两室一厅。你没有钱，没有从国内带出足够的钱财，其次你没有技能，连铲车司机的技能都不具备，同时你又没有学习的意愿，彻底佛系，彻底躺平，成了一个只有体力的这么一个人。再次你的英语不好，那么当你来到加拿大的时候，你所能够找到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工作，你所能够得到的居住的条件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廉租屋，或者是这样一个条件，也能够基本上达到有房有车，尽管是旧房子二手车，但是并不妨碍你快乐的活着。这样一个条件，今天展示的这样一个条件，完全排除那些有雄厚的资金，即使是不雄厚的资金，其次又拥有一些加拿大需要的专业的技能，同时也不包括那些有意愿、有意志力去学习新技能、新知识的小白们，另外也不包括那些英语好的人。这样，今天展示的这样的一个条件，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的这样一个华人，他所能够获得的生存的资源。现在展示的这个区域就是温哥华，加拿大温哥华的这种政府廉租屋，它的好像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你需要付出你每个月收入的1/4，并向政府申请，表达你的困境，这样你就能够获得这样一个政府廉租屋。具体的一些情况没有经历过，所以也谈的不会那么很深刻，但是我们只能走马观花的到外表来看一看。这就是他们的政府廉租屋大概的样式，当然也是有房有车，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大小以及它的位置。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地方是政府廉租屋的区域呢？因为以前我来看过一个朋友就住在这里，然后他告诉我这是政府廉租屋的区域，来这看一看，这就是政府廉租屋的环境。Hello， 记得当初来看那个朋友，他就住在那个房子里面。等他
上学获得了证书之后，立刻就搬离了这里，找到了一个工资尚可的工作，立刻就搬离了这个地方。这就是政府廉租屋的区域的小区的这么一个环境。在这西方国家呢，人某种意义上说是以他的拥有的资金来分群，所以当你挣得一个相当好的工资，一个不错的收入的时候，你会搬离这个地方。你知道原因是什么？当你有了困境，你没有办法解决你的经济问题的时候，你有的时候就不得不来到这个地方。这就是政府廉租屋的环境。普通的中产阶级所居住的环境，大部分都是那些 house，至少也是个 townhouse，有2个、3个甚至4个停车位的那样的一个 house。底层的工薪阶层，最底层的人员，这就是他们的居住的环境。